大家好，我是陈队上尉一诺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陈队上尉阿泽。意味着我踏上了梦想的征程吗？我从小到大都喜欢玩游戏，我的梦想就是成为一个职业选手。现在我成为职业选手，完成了我自己人生中的第一个小目标吧。让大家不要着急，稳住吧，相信大家能翻盘，就让大家心态稳住，让队友稳住吧，等经济拉回来，后面再跟对面拼一波风暴龙。就是 AG 干回归，帮助 AG 夺冠吧，应该是属于我们俱乐部还有我自己人生的高光吧。今年秋季赛打 RW 的时候吧，上个赛季的话成绩好像第四吧，好像是，然后这个赛季的话直接就淘汰了，季后赛第一轮就淘汰了，比较可惜吧。其实打之前就感觉自己可能会哭，如果赢了的话，但是实际上是没哭出来的，心里还是比较难过的，没想过会输，结果输了。失败总是有问题的嘛，回去想着好好找一下问题，下个赛季再见。想和大家一起站在最高的舞台上，无论我的队友是谁，我都想跟他们一起拿个冠军。希望大家加油，为国争光的时刻到了，希望他们好好加油，为国争光。谢谢大家的支持，感谢。我们一定会好好努力的，我们会好好加油的。人生一架，必须自己去打。